小黑，小黑，哎，小黑，小黑，小黑，你生日吧？师傅们，小黑，小飞，有报没？你也错，你，快来，收拾我了，好，快上来，上来，哎呀！OK， 慢点，哎呀，你先到屋里帮我再拿纸去啊！啊，慢点，等一个簿子，稍等哈啊，我再拿纸去了啊。 哪里落了？ 这辣子转来了，转来了。这辣子都烂完了。它前几天它就烂了，怎么烂的那么快？它是不给人家要接，不接它又乱移，它就烂了。哦，那恁这边要是靠靠谱啊。嗯。天气好，天气是那么。我算了，算点算点的。不然再给我擦辣子去，别讲啊。好，我先洗辣子去。好。嗯，不等了。 好，我给它冲去了，都热了。嗯。哎，忙得多，很多，很多，冲不上嘛。好，快点吧，娘。辣子越多越红越好吃。嗯。颜色也好看。好。退了吧，娘。好。好，好了。 快点吧，娘。好，好，走了。走，冻紧了。光看，冲到也是好了，双菜是长菜了，一年四季可以吃。啊，够劲了，光了，然后又热一档子。可以大档子啊。嗯。 嗯，顶过了。好了，回家，到那屋里去，回家。嗯，到这。小白，包谷酸酸了，我今天炒包谷酸了。先把包谷酸炒下子。 炒好的包括酸菜，拿到里面。我了，我再多切点，那你切。买了泡着冷水，搁点酸菜，酸菜也好切，不烦。嗯，以前我学生多嘛，我不去捡嘛，就堆酸菜，他们就辣子酸菜，不是今天换嘛。你不要小小气啊。嗯，不要小小。 炒一罐都里面，炒一点，都是他们寄过来的。那酸菜也不得换坏。嗯。